这是一张天真无邪的脸庞，拍摄于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这一张张平静面容的背后，隐藏的却是不知在外打仗的亲人何时归的惆怅。日本にそれとじゃ天皇中心の思想を持ってた。日本民族がね、日本民族は大和民族といって一番優秀な民族であると。本当はこの中では、しかし外面的にはね、外面的にはもう喜んでね、国のためだと、国のため、天皇のためというふうに。まあ同時にそれはもう最後の方ではね、戦場だけではなくて国内もあちこちで爆撃されてたね、もう戦場のようになったわけだからね。だから国民みんなが戦争の犠牲になったわけだ。でもっと極端に言うと、日本というのは神の国だみたいな感じでですね、戦争しても必ず勝つんだみたいな、全く根拠のない一つの信念ですよね。こういうものが国民的常識において定着することの怖さですよね。位于旅顺的东机关山，是日俄战争中沙皇俄国在旅顺修建的最坚固的一处堡垒，也是日俄战争期间最重要的战场之一。为了抢夺各自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日本和沙皇俄国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了惨烈的战争。战争之初，很少有人相信人口只有4000多万的岛国日本会战胜人口比他多3倍以上、军事力量比他强大数十倍的沙皇俄国。1904年，在东机关山北堡垒爆发了日俄战争中最为激烈的一场战役。最终，俄军陆防总司令康特阿琴科被日军重炮炸死在堡垒指挥部。日本以战争胜利者的身份向世界宣告，他已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他已瞬间崛起成为能与西方抗衡的东方强国。日本能走到这样的地步，和一位至今在近代东亚各国历史中都无法回避的人物紧密相关。他就是曾4次担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位于北纬35度18分、东经139度40分的横须贺市，扼守东京湾入口。这里驻扎着日本海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各式舰艇，也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海军基地。1853年，美国准将马修·佩里率领的舰队靠武力敲开了闭关锁国的日本大门。飞船就是敲他的门呢，知道了这个有一个强大的西洋在威胁着我，如果要是再跟中国一样在追求华夷秩序的话，日本人就会和这个中国一样走向这个半殖民地的这么一个道路。面对内外交困的危局，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决心变法求生，可是岛国日本的生存之路该怎么走呢？
就在日本陷入迷茫之际，早年在英国留过洋、担任过日本外国事务局交涉员的伊藤博文等人向政府提出了建议。伊藤博文とか、そんな国なんてのは現実的に無理だと。開国して近代化して、そうしないと、まあ植民地になってしまうと。在伊藤博文的提议下，日本政府的决策层们向着西方出发了。1871年11月12日，几十位日本高官满怀期待与不安，登上了一条航船。当时年仅30岁的伊藤博文就在这条船上。然而事情并非像他们想的那样简单，美国是伊藤博文等人此行的第一站。虽然当时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人口只有11万，但不论是白宫还是国会大厦，与今天的华盛顿景象并无太大区别。在美国的这个政治心脏，尽管美国人盛情款待了他们，但是一谈到协商修改不平等条约，美国人就闭口不提谈判的事情了。他就发现走到哪儿，到哪儿碰钉子以后，就是这个他最重要的目的要修改条约办不到了。这样他感到的什么呢？就是不修改条约是我们国家太软弱了。这样他就意识到了要富国强兵。伊藤博文和一些日本高官们也亲眼目睹了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状况。这一切让日本人感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远远落后的日本究竟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生存法则呢？就在同一时刻，另外一个影响近代日本走向的军人出现了。这里是日本山口县秋市，在城市中间的广场上，有一位骑着高头大马的军人塑像，他就是号称日本近代陆军之父的山县有朋。山形有朋は明治国家において伊藤博文と並ぶ、まあ言ってみれば二大巨頭の一人ですね。伊藤博文は軍服を脱ぎます。背広を通して、ところが山形は公衆の面前では軍服、そしてまあよくては紋付き袴という日本風の清掃をいたします。決して背広を着たりす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で、彼は一回の実は突き槍、槍を持って、ある社会に貢献しようと思った下級武士の一人です。就在伊藤博文进行环球之旅的同时，在明治政府的推动下，日本国内的近代化军事改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1871年，时任兵部大夫的山县有朋开始进入到了这场改革的前沿，并逐步成为打造日本新式陆军的关键人物。在他的手中，即将诞生一支给亚洲其他国家，甚至是全世界都带来灾难的所谓日本皇军。忠義を尽くすということは天皇自身が軍人ですから、大元帥軍人ですから、軍人の命は文字通り。全て自分の死をかけても、あるいは全ての事故を犠牲にしてでも、
成し遂げ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れが実は一回の不便侍魂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虽然废除了武士当兵，但山县有朋却要为他的新式军人们保留武士的灵魂。公元八世纪后半叶起，日本一些以征战杀戮为职业的武士阶级不断发展，于十一世纪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随后成立武家政权，整整统治日本近七百年。武家政权贪婪成性，著名的丰臣秀吉时代就提出了征服朝鲜、占领中国、称霸东南亚及印度的大日本帝国构想。随后武士阶级逐步梳理出一整套，主要倡导武士要绝对忠君，勇拼杀，重诺言，轻生命等封建道德规范，统称为武士道。而这样的精神灌输也在日本今后的对外侵略战争中产生了更为恐怖的影响。体当たり機は大変よくやって立派な成果を収め、身命を国家に捧げてよくもやってくれた。ここにお言葉をいただき、第一線にお伝えをし、そのお上にお伝えをし。同じことを若い戦闘機の操縦士パイロットにさせて、死ぬことは日本を守る。神となって、で靖国神社に祀られて、それから後のね、国民もそれをみんな感謝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に、多くの若者がそういうふうに教え込まれて。在日本东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保留着一年一度的御魂祭活动。虽然大多数日本市民已经把祭祀活动当成了茶余饭后的一种休闲，但当夜幕降临，三万多个纸灯笼点亮之时，靖国神社阴森诡异的气氛越来越浓。这里供奉着日本历次战争中死亡的240万名军人，其中有二战中臭名昭著的14名甲级战犯。为天皇而战的日本军人死后，都会安葬在这里。靖国神社というのは戦死を祀る神社ですよね。だからそこで。そこへ行けば会えるっていう。今ここで別れても、靖国神社行けば会えるっていう。その満足感みたいなのを覚えるっていうのはあ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ね。为了达到强化武士道精神的目的，山县有朋还推动建立了日本陆军幼年学校和士官学校，并主要从武士阶级的后代招生，从小就让他们经受各种残酷训练，以此培养幼年时代的血液里就流淌着武士道精神的日军军官人才。后来策划918事变的主谋者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以及臭名昭著的头号战犯东条英机等，都是从这些学校被培养起来，并最终走向侵略战场。在山县有朋的精心操持下，
在军国主义色彩浓重的土壤中，一支为天皇而战的所谓日本皇军以及培养体系，终于在十九世纪末成熟了。1889年2月11日，东京降下漫天大雪。受天皇之命，伊藤博文经过8年的努力，终于制定并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日本也由此成为第一个拥有成文宪法的亚洲国家。日本帝国时代的大门正式被推开。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是主权在军，第一条规定天皇总揽大权，在这个宪法下面就发生了一个叫做统帅权，也就是天皇是所有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这样来说他不通过议会，天皇就可以直接指挥这个军队，这就是日本所谓的天皇的军队的一个来源。这种不受任何约束的天皇制，成为近代日本维护军国主义制度的根本保证。这同样意味着，作为近代日本的天皇，具有发动战争的最后决定权。而一旦侵略战争发生，天皇成为实际上的战争元凶。就这样，在亚洲第一部成文宪法的保障下，日本的崛起更加迅速和充满危险。接下来10年间发生的两场战争，将把日本推向命运顶峰的同时，也将把日本引向一条危险的不归路。这里是日本东京外交史料馆，在几位外务省资料管理人员的陪同下，我们拍摄到了马关条约日文版原件。如今我们可以从这份马关条约原件中清楚地看到，日本当时不仅如愿得到了朝鲜的控制权，获得了相当于日本3年财政收入的2亿2000万元的所谓战争赔款，更重要的是，他终于像他的西方老师一样，开始对台湾岛、澎湖列岛以及辽东半岛等地进行殖民统治。而伊藤博文就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やはり伊藤博文を中心とした明治政府の権力者たちが、朝鮮半島に対する領土欲、あるいは膨張主義というものが、将来日本が大きく発展するためには、やはり朝鮮半島、そして朝鮮半島を足場にして中国大陸へと。就在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一心扩充远东势力的俄国，逼迫日本将刚刚到手的辽东半岛归还中国。随后，俄国把横跨亚欧的铁路经过辽东半岛，一直修到了朝鲜附近。为了保住已经到手的朝鲜，1904年，日本向驻扎在中国东北的俄国军队突然发动了偷袭战。历经19个月的战争，日本以死亡10多万士兵和巨额的贷款为代价，豪赌般的战胜了俄国。日本国内为庆祝日俄战争胜利的欢庆气氛还未彻底消散，伊藤博文为了给日本争取更多的战后利益，1909年10月，伊藤博文到中国东北与俄国财政总长谈判。
当他乘坐的花车在10月26日9时抵达哈尔滨车站时，被朝鲜爱国志士安仲根刺杀身亡。伊藤博文は明治の新政府を作り上げた功労者として国葬とされました。この国葬の翌年、日本政府は韓国を併合。属于伊藤博文的时代结束了。30多年间被称为日本明治宪法之父的伊藤博文和他的同伴们，为日本带来了崛起奇迹，将日本带上了东亚头号强国的地位，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人得到了从长春到大连旅顺的铁路及其一切附属权益。日本人把俄国人修筑的这条铁路称之为南满铁路。正是在这条铁路上发生了日后震惊世界的918事变。いや、日本はやっぱり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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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に拡大していくのにね、満州国はね、日本の生命線だと。ね。で、満州国を独立国にしてだね、日本の傀儡政権を作ってだね、そして満州国を土台にして、さらに戦線を拡大していくと。ね。いうことに発展していったわけですから。ね。そのきっかけを作ったのが満州事変ですよね。此时，朝鲜、中国旅顺、中国台湾，如同一条岛链，将中国大陆死死围绕在内。在占领了这些地方之后，日本人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东北，对外扩张的欲望之火开始熊熊燃烧。而这一切，都源于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主导者伊藤博文和日本新式军队的缔造者山县有朋他们为国家积累的军国主义思想，以及日本迅速崛起后被开启的欲望之门。